目前在国内所通行的 3G 视讯电话常常因为品质不太稳定，影像跟声音都会有延迟的情况发生。而目前新竹的交通大学已经研发出了第四代的行动通讯，除了通话没有秒差，以后下载电影也只需要一分钟。你好，你好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你们现在先看一下，一会儿再上来好吗？好，没问题。这是上海世博与台湾交通大学的视讯会议，您可以发现不仅画面清晰，而且对话完全没有秒差。这是国内交通大学与对岸产学合作后所研发的第四代行动通讯，频宽是现在宽频的5倍，未来一部电影的下载只要1分钟就可以完成。通讯第四代移动通讯的好处就是说它频宽更宽，速度更快，还有服务更多元，所以很多电子书啊，很多云端计算啊，这些东西都可以进来。第四代行动通讯在频宽及连线速度上都有着突破性的提升，目前虽然处于实验阶段，但通讯连线品质相当的稳定，未来渴望可以取代传统的 SNG 连线作业。